我们俩经常一块练，然后我刚刚上去之前一姐拿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就懂了，我要选一姐。然后对，这个是我，因为一姐也是 vocal 嘛，所以一姐可以唱。他一直紧绷的状态，所以我就想要上那赶紧上，是吧？对，带到后面会疲惫，是状态会掉下来。而且昨天我们模拟了一下考试，就是我们两个互相跳没什么，没怎么受影响，所以我给他递了个眼神，就是各不受对方的影响，还是好的影响。请记录一下魏倩妮的这一笔，我记上了。魏倩妮怎么了？魏倩妮偷气了是？上去选，本来选人之前我看了魏倩妮一眼，然后他就。然后我也我就懂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上去安然把他选走之后，问安然，问他你愿意吗？他说我愿意，而且特别开心，特别愉快。对，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然后他俩还互相在那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然后两人就在我就，然后我自己在旁边。